在 YouTube 的大航海时代，多少年轻人也想挑战这片大海，所以《傻子公寓》的第四季有土博起床了。我们开放未满10000订阅的创作者报名，最后挑选5组内容风格皆不同的创作者入住公寓，将在10天里进行创作挑战。哦，赌命的时候，现在是要赔钱哦。起的话在吵起，你就一起，就是我要拍了，不要拍。早上起床冒险，你看你，看你。傻子公寓第四季有主播起床了，我是你的老师77老大。谁有机会被看见呢？正在看这支影片的你们，也是实境秀的一部分哦。通过第一阶段的考核，各组团队用1分钟让观众认识了自己。还没有时间休息，就迎来了更大的挑战。长时间在电脑前的奋斗，需要调整姿势、视野，才能够继续抗战。第二阶段创作题目业配，每组将与傻路伙伴合作，该如何做出让观众买单、厂商满意的影片呢？来看看他们的创意吧。OK， 现在时间呢是第3天的晚上，现在第二阶段的他们的主题是业配，这次应该会更难，时间更长更紧。我觉得我完蛋，我觉得我完蛋，没有，我们只有一个人加我两个人。没有，我觉得老虎男人对我们的主人讲，哎、欸，对，其实没有关联，一起去泡芙。但这样其实我们这组对合理吗？你们最合理，合理啊，合理怪，你们直接运动起来。啊、你们呢？但是我觉得我们的风格比较广，所以还算 OK， 可以结合风格。OK， 所以现在就去看各组怎么发声吧。好 ，Go！ 欢迎光临，再见耶！老虎娘子，走！好，就用这个片段，就是我们，因为亚伯的主题其实就是很会演的，刚刚那个吗？对啊，他们重复落，然后从小就其实没有到一起打赞助。所以那个老板来，他认得你的吗？认得，他认得你。我问，先看你们浪泉那边的，哇，他们刚接到题目，然后等下就要先去开他们浪泉那边的会议，加油加油加油！有没有觉得有种危机感？不会啊，你这么有自信，我怕爆。做影片不都这样？啊，好吧。对啊，我有点心理建设。那你要照我吗？我在一哥在照你。烂梗王。Hello， 大家，现在时间呢已经是这群创作者他们最后在赶工的时间，气氛是非常紧张的。现在这边是第二阶段的导师，是老虎牙子的老板和老板娘。刚刚你们一进来之后，你们有觉得这里的气氛跟创作者他们蛮凝重的？刚看到大家就每个人都很紧张，然后一进来就开始收东西啊，然后就是又想收东西，可是又还在赶作业，然后想说。继续赶作业。对，因为其实我们这样子拍完一支影片，要其实经过脚本发想、拍摄到后置，其实都要花3到1个礼拜的时间。他们这一次是来这边是一个现实挑战，给到他们题目到他们完成只有2天的时间，所以这两天他们是几乎没有睡觉的，疯狂的在做这个准备。我们老虎牙子就很喜欢出这种艰难的任务给大家。就是要让大家玩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啊。是，我们要让大家体耐力在绷在一个极限状况之下，你还能够完成，代表你不一样。好，那待会我们就期待看创作者他们这2天的努力。好，加油！欢迎来到《傻子公寓》第四季，由老虎牙子冠名播出的《有土博起床了》，所有创作者们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哦真的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但是你们做到了。其实很多时候，经营一个 YouTuber 还要对自己的观众负责任。如果你跟观众约定每周五晚上10点上片，时间的压力也会是成为一个 YouTuber 很重要的关键。今天我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在我们今天现场是我们第二阶段的导师。看完5支影片之后，就选出他们自己心中最喜欢的那一支影片。业配这件事情，很多的观众其实不太喜欢看很多商品的植入。可是很多商品的制度如果可以恰到好处的话，其实可以为商品加分，也可以让自己频道带来额外的收入，跟厂商之间制造共鸣。第一支影片太秋了，好，那我们就掌声欢迎第一支影片。20小时前才想好的脚本，然后开拍的时候已经是上面前的10小时了，就是蛮紧绷的。好，那我们这次的主题就是英雄救美。他直接超差小的，2点多我刚刚说我要拍英雄救美。
叫牙子，这个男的在帮你找牙子，真正的名字叫做老虎牙子。我好累、哦。那老虎牙子这个女生是你没有设定她的形象吗？我算是一个虚无的女生，就跟你的性子很像。那虚无哎、欸。啊，不要表情虚无。那第六，牙子。不要，喂，你是导演。十天紧绷青年，晚上九点啦，终于要开拍喽！不知道找什么？哇，哎、欸，我觉得还蛮帅的。现在几点了？各位，2:22，是天使给的讯息，数字建构人们的一切。不要不相信，你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围绕数字。YouTube 订阅数字，你的睡眠时间24小时，你出去买东西几块都是数字。数字的东西你倒到他的爸，很屌，对不对？但是也不要太过被他掌握。每天都在听着，不知道在干嘛。现在时间3点整，我们要开始进行第三部分的拍摄。还记得台词吗？这段过程它的运镜是我会把它直接接在一起，就是那种下来到这里，下来到这里。5:30的时候都只是拍完而已哦，还没有剪哦。就是因为我们想要延伸我们上一支影片的感觉，类电影类 MV 的感觉，然后尝试把这个东西融入到我们的短片电影里面。我的记忆好像被人工改过，好像被重新拼凑、包装了一样。来，等一下，请你一直看着这个项链。你现在感觉如何？能量在我身上涌了上来，我不知道你在哪里。那你周围有什么东西吗？模糊的照片。照片跟你有什么关联吗？纤维、能量。你喜欢的动物是小猫、小狗，还是？都不是。那时候他跟我讲说我的名字是牙子的时候，然后我一直搞不懂他到底在要表达什么。因为老虎牙子嘛，但是我们在里面叫他牙子，就是亚洲那个牙，就念起来女生比较适合牙子，他不能叫嗨牙子，这样子就。是吗？饶舌歌手坚持，对，饶舌歌手坚持，我就觉得那个细节他们都有注意到，就很酷。因为我们创作的时候，我们是最后只剩大概8-9个小时剪那一次，还有很多细节。我自己觉得在最后大家放送出来给大家看的时候，没有很满意。因为虽然别人会跟我讲说哦很屌这样子，但我自己看的就是有那种强迫症的感觉，就觉得没有用好，然后就揪在那里，就觉得哇。但其实整支如果回去修好，应该是我觉得算是我们想做的东西。因为这个脚本构想其实算是有点他不太懂那个传达点是什么，但是就是跟他慢慢的解释我想要呈现的样子之后，他也觉得说哎。这是蛮不错的一个梗。好，我们听到这个任务之后呢，我们现在头超痛，索性阿泰就直接把老虎牙子的凭证直接拿来开始玩起来了。这你也可以是不是？哎呦！哇，这什么平衡战士啊？好，我们还拿了一个这个宝力，应该想到我们要干嘛吧？拭目以待好不好？我现在直接做手工艺。12点多了，我终于把它做完了，我看一下。这是为了我们影片的5秒钟，然后花了3个小时，现在进入拍摄最艰难的地方，发现了距离跟阵型，破坏一下你房间的设计。现在在用雪啊？雪，我觉得一点都不像。阿泰，我希望你只要用一个好冷好冷。3:21，我准备要跟阿泰去拍最后一个景的画面，然后去森林。
大家也都是拼了老命的在做，直接在座位上都睡着了，剪片剪到早上，真的是大家都辛苦，创作者精神。虽然我们这个赛制是不是有点狠，两天一支超嗨。虽然我们也不是真的都有能耐可以给他们制造多大的机会，但是就算是一点小小的帮助，他们也都很珍惜，所以他们才会这么努力的去把影片要做好。看他们这样子努力的感觉，就是小感动。是个很大的压力吗？我还好哎、欸，其他组感觉压力比较大，主要是因为我们都没睡哦。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都是边剪边拍啦，那就慢慢，所以就是后面时间就比较没那么仓促。你们对这支影片是满意的吗？我自己觉得很棒，因为是我用的。这次的担当是他，就觉得是新的突破吧，就是我们没有剪过这种类型的影片。我真的反复看了大概20次，我说哦，你为什么可以在一个晚上剪出这么帅的东西？这样一直看一直看，完全不会腻。这样，你先从老虎娘的这种愿景、背景、核心价值去思考一下。Happy， 就是三步时要出来玩一下。Happy， 我等一下就会在影片里面扮演一个跟狗狗互动的角色。我刚刚就想说要不要去跟狗狗多一点互动，增进一下感觉。然后例如他说 Taffy 已经跟我蛮不错的了。跟狗增进信任关系最快的方式就是不要理他。啊，真的？对啊，因为你把主导权还给狗狗。你可以让我用自己的时间步调和方式认识你，所以就是用最尊重的方式，尊重这个点我是绝对尊重所有人。Respect， cool， 希望等一下我跟狗狗的互动拍摄顺利 ，Go Go Go， 小狗狗，啊，啊，现在这个动作要让他比跳过去老虎牙子 ，Yes， 五 ，Yes， 有没有 ？Yes， good。因为狗训练一直不能太多，就是要短，然后要让它休息，让它开累。就这种感觉，你比较累。哈哈哈哈哈！回收带狗训练初体验。这画面要我拿着老虎牙子，然后跟 Taffy 一起跑向镜头，这距离要一直很难用到一个两个都很好的位置。有吗？有吗？有。哇，现在五个人都趴在那边，超 chill。嗯。可以看镜头吗？可以看镜头。对的，简单。他都很累的。好，你拉住我，你拉住我。好 ，Good girl。Yes，Good job。好棒，好厉害。Yes，Good job。好棒哦。Cool。真的很像爸爸哎。好，走。三星。三星。哎，小鹿说要拍一个老虎牙齿的夜配，我们刚有拍啊。那我们有什么一样的地方？我知道了。我们只做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我们其实有三大特色。第一呢，我们是以狗狗家庭为教育的对象主体。第二个呢，就是学院化，用系统性模组化，带着狗狗家庭一步一步循序渐进的找到适合他们的学习的方式。而第三呢，就是多元的形式。随时随地都能够学习和狗一起幸福生活的方法。哇、哦！这就是浪犬博士狗与家庭教育学院最不一样的。是不是很棒？可是
有传递到老虎牙子把健康的膳食纤维还有老虎人参变成好喝的健康有氧饮料吗？啊，我们就都跟别人不一样啊。对啊，那买回来的全新包装。OK， 我们已经看完了三组的影片。据我所知，接下来的两组都是影片长度比较长的组别。在 YouTube 上面，你影片要需要比较长，要怎么样吸引观众可以把它看下去？篮球跟老虎牙子要怎么样结合？那我们来欢迎他的影片。现在是第三天晚上11:30左右，然后我们来到了逢甲夜市。因为刚才讨论完，严教练很兴奋，他就很想马上出来做街访，不知道现在人还够不够他忙。可是我好累哦。等一下，你们是不是都忘记我也要进到影片里了？哎，现在没有录到你吗？没有，我都站在旁边。我们太晚来了，大学生都不见了，都剩下社会人士。我们决定中午去中科门口堵放下课的学生，对，大学生是最好混的。我们已经访问完了，对，待会就要先剪了，不然会来不及。对，你兴奋哦？嗯，可是我很紧张。我从高中就没有在打球了。不是啊，我不会打球，还有上中场。我先挖个洞，我先可以。很恐怖哎，现在大家都累了是吧？白痴，我真的要上场了，好恐怖哦。素材量应该很大，从来没有就是想过要花这么多时间在删掉不必要的部分，三个小时要把它缩成就是十几二十分钟，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挑战的事。所有篮球人呢，对于篮球场呢，一定会有很深的连结。蛮喜欢我们 freestyle 这个，然后他觉得我们可以就是套入这个，对，因为我们想说也可以加入一个跟我们以外的人，看会擦出什么不一样的火花。而且我们一开始不是要拍 freestyle， 因为我们想要做其他东西，然后后面子俊跟我们聊过之后，才觉得说 freestyle 不错。如果我们今天做一个创新的东西，会不了解我们是做什么，如果是做原本一样的东西的话，就可以回去看我们更多一样的东西。那在这之前，你们是有想过几个版本吗？33个吧。包吉这个团队非常妙的一点，他们所有人都要负责所有事。像我们在讨论镜头的位置，他们是所有人都要过一次。五个人同意 ，OK， 五个人同意来。哦，你看，我会陪，我会陪，我会陪。你真的会陪没有？可以啊！哎，开啊！哎，开到十面，可以啊，可以啊。好，让我们欢迎傻鹿的子俊。耶！今天子俊要来这边进行的游戏是说故事虎烂接龙大赛，那我们故事就。开始有一个灯光师，那他是手持这个灯光棒，大包小包的走出了这个台中火车站，非常有画面哦。真丢烂了。OK， 他心里在想一件事，他身上总是没有光芒，所以他后来成为了灯光师，希望永远帮自己打着光。OK， 我们刚刚 freestyle 接龙已经结束，明天我们要去现场推演，这就是这支影片的整个企划。今天你来这边干嘛？飞扯一下，想说今天没有打猎啊，不如下一下。现在时间呢，已经是要交剑前一天的晚上，终于有我的戏份。我的，你不这样子，偷闯民宅，我可以跟村长说。你可发抖了的。你们到几点都可以讲脏话？没有三点不行，三点半做事情。3:10到3:15这段，你也可以。这样今天不是很怪？不然他，然后就变正经了。好，好。
好你记得吗？我问你记不记得？你不记得没关系，我会原谅你，上帝也会原谅你。对啊，笑，很严重的。没有，还要你介绍那个、啊。笑，拍这个好笑。It's over, it's over。耶，大家好，我是 Cody， 马上欢迎闪入的子君。Yeah! 今天子君要来这边进行的游戏是。说不是胡乱街舞大赛，所以这是个 freestyle， 考验小脑袋。我们就开始接下来。好人缘处理他的情侣，他就觉得情侣这个地方哇，你看，就四处观望。他四处观望，他觉得这里怎么不是在山上？给他一点凶猛的威力，这样，然后这个撞墙撞起来了。这时候不得了，村长进来了。你怎么能开了这个全新包装的东西？别乱开了你，那很严重嘞。是谁打开那个全新包装的东西？别乱开啊你！很严重哎！但上帝原谅你，下个条件，你要去那个地方，它叫做秋红谷。谢谢你赐予我这个影片，我爱你。好，再见。就对哪一只印象比较深刻？我对剑玉跟波吉的这两只很有感觉，因为我觉得他们在拍摄什么真的还很精致，而且很多窝里头，而且很棒的是他把产品的成分也在很空手的地方就融入进来。那如果你要说整个 YouTube 的完整性，一定只有一只，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作品，非常专业性。OK， 我们来欢迎老虎哥来跟大家说。刚刚其实在里面很纠结，因为。一个并不代表其他人就是不是无音了，其实都是。那以后有机会还可以跟各位多交流。第四季《傻子公寓》由主播起床的第二阶段业配考核，获胜的是健达秋勤蛋。第二阶段结束，下一集导师合作赛开始。子君要带着 BOGY 全员到反骨男孩的基地找酷炫老师合作。你说反骨出现在傻鹿的频道很冲突吗？就是要这样啦。影片结束哦，记得留言、订阅、加分享，加入傻鹿伙伴大团团，在哥哥持续募资中。这次老虎鸭子全新升级，品牌升级、包装升级、功能升级，但价格不变，可以去我们资讯栏下面找他们官网，可以预购中。重点是第二件五折哦。你可以在下面留言你最喜欢的影片，去学员的频道看完整版哦。每周二、五晚上十点，傻鹿天飞空。你可以订阅我们全新日常频道，傻鹿天飞空。この番組は老虎牙子クラノ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模仿下一个日本办公室菜鸡被神拜修理。すみません。